你来了，辛苦你跑这一趟。没什么，其实我们也才到不久。我稍后要和地火的首领进行交涉，这是今天行程的重中之重。虽然西鲁瓦那边稍微耽误了一阵，但不影响后续安排。我们出发吧。慢着慢着，我可不想被你当成不靠谱的人啊。会谈的地点是排岩镇的诊所，我和西鲁瓦都是初来乍到，得麻烦你带路了。下层区的样子和我记忆中的有所不同。感觉周围人看我们的眼神不是很友善啊。哟，瞧这阵仗，这小诊所哪儿见过这大场面呀、啊、又见面了，奥利格先生。这么客气干嘛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，之前守护者继任典礼的时候，我跟这位数位官老弟聊了两句，也算互相认识了。但旁边这位姑娘是？我是前技术部的工程师西鲁瓦，也是杰帕德的亲姐姐，请多关照了，首领。这下可热闹了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你也在，咱等会儿把该聊的聊完，你们几个一起留下来吃顿饭吧。先前一直没能好好招待，我和娜塔莎可惦记着呢。不胜荣幸，但正如您所说，我们还是先将要事谈妥为好。这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大方便，咱们进诊所聊，娜塔莎也在等着呢。原来二位是姐弟关系，真是年轻有为。不愧是贝洛伯格的数位官呢、啊、想必是考虑到下层居民对铁卫会有所非议，这才想凭借开拓者的人望减轻阻力吧。你没说错，布罗尼亚大人始终在担心这件事。在隔绝年代里，下层区的居民对银宗铁卫想必是颇有微词。假使我们突然打着大守护者的名义接管下层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不少阻力。分析的真是透彻，我算明白你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登上数位官了。所以容我总结一下，数位官先生的意思是，铁卫想要借此机会拉拢地火，重新在下层区树立铁卫的正面形象，对吗？倘若不加任何修饰，这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。那么也请容我提问，假如地火不愿与抛弃下层十余载的贵军合作，你们又会做如何反应？是要动用武力让我们屈服吗？喂，这火药味儿好像有点浓啊。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？前代大守护者的武断策略导致上下层区产生了隔阂，本该一心同体的贝洛伯格人陷入了相互的猜疑和记恨。布罗尼亚大人致力于弥合裂口，重新树立铁卫的威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蛮横的方式夺回下层区。在我看来，地火作为民间组织能够自发维持下层区十余年的秩序实属不易，诸位为了下层区的安定而倾注的决心，常人恐怕难以想象。我向二位保证，铁卫此行绝非为抢功夺权而来，如若无法第一时间取得下层居民的信任，我们愿意从点滴做起，成为地火身边的助力，协助维持下层安定。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重建信任，重建团结稳定的贝鲁伯格城邦。难以置信，老弟居然能说出情商这么高的话。
不错的回答。奥利格，你怎么看？我看试探就到此为止吧。答案很明显了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重建团结稳定的贝洛伯格。有这对姐弟帮忙，再加上博尼亚姑娘，听上去也不像天方夜谭嘛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请转告博尼亚，帝火会尽一切努力协调治安工作的交接，但考虑到下层区的复杂状况，还请做好应对各种意外的准。怪物，猎界的怪物，猎界里的怪物朝镇子上涌过来了。糟了，好像出事了。你留在这儿安心照看病人吧，娜塔莎，外面的乱子就交给我们当兵的处理。好，下层区的安全就托付给各位了。大家全都冲出去了，也去查看一下状况吧。各位，求你们了，救救我的同伴！怪物入侵了矿区，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同伴！要不然，他们会被那些畸形的怪胎大卸八块的。别惊慌，银宗铁卫一定会保证下层区居民的安全。你们从哪个方向来？大矿区，有特别大一片矿脉的那个。明白了，无需担心，我马上安排铁卫前往设防，搜救难民。奥利格先生，前往矿区前线搜救的任务，就交给银宗铁卫吧。盘岩镇的防御工事，还有劳地火进行组织，请保证后方安全，同时接收从前线返回的伤员。你这小伙还真有些顶头司令官的派头，收到指示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对了，你手下那些新兵蛋子，对下层区的地形应该完全不熟悉吧？地火会抽派弟兄们陪你们上前线的。感激不尽，奥利格先生，我以存护之名向你保证，绝对会尽力挽救每一条生命。我将带队先行赶往大矿区，你们尽快跟上。那几个人面前，感觉我完全插不上话呢。恪尽职守的军人，还有奋力抗争的民间战士，跟他们比起来，我还真是一点也不摇滚啊。突然感觉，我这所谓的内心斗争，有些儿戏。说的也是，我会有这种想法，多半也是因为赋闲太久了吧。只是看着其他人在为了生存拼命，而我却在盘算着该怎么逃离这里，多少有些负罪感。啊，不会吧，老弟他不会就是想靠愧疚感劝服我留下吧？哦，说的也是。不管怎样，既然老弟坚持要带我一起下来，那我总得帮上点忙才行，得好好垫垫那帮怪物。你认识去大矿区的路，对吧？准备好了，就去追上杰帕德吧。就等你这句话了，我们走。往事已毕，但此情此景难免令人感时伤怀。真怀念啊。通过去。向炮手各单位传令，坚守阵地，向布寨单位前进方向提供徐进弹幕支援。此处地形狭窄，各布寨单位结成双排线列阵型，近卫在前，
射手在后，令切记优先撤离伤员，严禁急功冒进。是。啊，你们来了，准备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配合步兵线列向矿区纵深处开路。矿区后方已经进攻稳固，足够支援前线作战了。铁卫和地火组成的临时战斗序列正在缓慢推进，搜救伤员。事态紧急，我必须亲临前线，指挥系统就暂时交给我的参谋接管。那个，我不怎么懂带兵，但是一军统帅怎么能轻易冲上前线？这次的状况和铁卫禁区那会儿可不一样啊。让我和他去开路吧，老弟。啊，杰帕德，你还是坐镇后方。谢谢你替我担心，姐姐。但请你相信我作为军官的判断。我已经向奥列格先生保证，要尽力挽救每一位居民的生命。我必须说到做到。想说动你可真是太难了。就听你的吧，老弟。我们出发吧，为铁卫和地火开路。战斗人员，请迅速向矿区大桥撤离。铁卫已经在建立防御阵线，可以保障你们的安全。猎杰怪物冲着这边来了，当然是打倒他。必上天赐，施展在你。雷霆在侧。枪，冲锋。不堪一击，但不要放松警惕，这里安全了，继续前进吧。杰帕德，快看，前方似乎有矿民的临时阵地。你们是引纵铁卫吗？没错，我们正在和地火一起搜救被卷入战斗的矿民。除了你们，前方还有非战斗人员吗？铁卫，铁卫和地火，你们居然一起！啊，前面我知道，刚才有个女孩子跑出去了，我兄弟也追出去了，可现在都没回来。了解，我会把他们带回来的。铁卫和地火已经在大桥上布置了防御，你们先撤到那里去吧。谢谢，那孩子还有我兄弟，拜托你们了。不好了，有怪物向这边来了。战斗的事就交给我们，你们快撤。明白了，多谢各位救命之恩。不能松懈，兵戈无情。
继续向前搜索失散的女孩子和矿民吧。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冷？雷霆在此，斩无赦。雷霆在此，斩无赦。兵戈无情，我灭却未尽，照彻万川。雷霆在此，无枪冲锋，必须消失，斩无赦。你们两个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快去矿区大桥，那里会有铁卫和地火的人保护你们。好，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你们。奇诺，抓住姐姐的手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流了，好可怕！怪物似乎变得难对付了，同类的怪物，以往绝对没有这么难缠。还好我们及时赶到，要是再晚点，真不知道那对姐弟俩会出什么事。那个小姑娘很勇敢，跟你当年很像。啊，不至于不至于，老爸他确实总是凶巴巴的，但和猎界里的怪物还是比不了吧。再说我烦他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太过严厉，我只是觉得难以置信，他竟然能不假思索地执行可可利亚的封锁令。昨天还宣誓要守护的人，隔了一晚就活该被放弃，什么假鬼。爸爸是名军人，军人不该过度解读命令。算了，我知道替他说话只会让你更生气，至少现在我没有机会做正确的事。哼，越想越气，我选择离家出走真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。光靠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你离开家里这么久，一听到他的事却还是会生气，这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放下。我无意干涉你的选择，
我只希望这是你彻底想清楚后做出的决定，而不是把它当作逃避的手段。我的选择。抱歉，我不该对你说教。嗨，没事，你想说什么我都明白，真的，只是我还需要些时间仔细想想，还是先解决眼下的危机吧。刚才的邝民说他兄弟也跑来这附近了，四处看看吧。嗯，小心环境，附近的气温明显下降了，这现象着实反常，这次说不定有前所未见的怪物出现。真是难缠的怪物啊。你刚才击退了猎界怪物吗？算也不算，只是把一个落单的家伙给赶跑了。话说回来，我看你们来自那个方向，你们有见过两个人吗？师姐。那就好，我害怕自己追得太远把他们落下了呢。总之那对姐弟现在安然无恙，你也快向矿区大桥撤离吧。太好了，他俩没事就好，我可以放心撤了。不过前面似乎有个非常强大的怪物，像是这帮怪物的头，你们可得小心呢。感谢你的情报，我们一定会谨慎应战。看来前面有强敌盘踞，你们千万小心。那种怪物成面，我在禁区前线时。等等，这种怪物的战意通常十分高昂，平时若在猎界中遭遇，激战往往在所难免，但眼前这家伙看到我们后却无动于衷，我担心这其中有诈。倒不是字面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情况不同寻常。这附近的空气好冷。星河承诺，西鲁娃。他说话了。不要贸然出手，做好反击准备。杰帕德，杰帕德，西鲁。他刚才是不是提到了姐弟两人？这家伙好吵啊！猎界造物居然还会碎碎念吗？说话。我只听到了一阵杂乱的噪声。等等，难道你能理解他的语言？我们的名字？为什么？我听说过民间的传闻，披上庄严人形的猎界幻影是往昔守护者的意志凝结成的回响。假设传闻是真的，难道可可利亚，你这女人真是阴魂不散。我已经想尽办法努力忘记先前发生的一切了，可你总能变着法子又回到我的视线中。你这个混蛋，先是终止我的研究，然后又要破坏我的生活，你还想从我这夺走什么？西鲁瓦，冷静，那只是猎界的幻象。难道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都是虚假的吗？你走的倒是潇洒，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还欠我一个解释吗？姐姐。狼道，退下。约定的新世界没有你们的位置。冷静下来，姐姐，我知道你想从可可利亚大人那里得到回应，但我们眼前的这个东西，它只是我们的敌人，只是猎界中成型的恶意罢了。你从他身上找不到答案。并肩作战吧，姐姐，我们一起驱散旧日的幻影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是觉得暂时无法直面自己的种种过去，我和他会暂时带你战斗，
直到你将自己的心结彻底解开为止。你们两个真是……抱歉了，老弟。每到关键时刻，我总是要让你费心。不过嘛，你小子居然也学会激将法了。哼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可可利亚，咱们之间的陈年旧事就在这里彻底清算吧。不能松懈，皇上，雷霆再次发，无枪冲锋，力上天赐，施展在您，温度逐渐恢复正常了，猎界怪物也在逃散。可以合理推测，可可利亚大人的幻影就是引发这次入侵的罪魁祸首。先前未知的异变可能也是由他引起的。无论如何，这次的危机应该就算告一段落了。你还好吗？的确，好在你战斗经验丰富，能够见招拆招。如果少了你，恐怕我们还要和那幻影纠缠一阵。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感觉如何？嗯，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。不过那家伙消散前可真够吵的，你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？原来如此，你真是一条路走到黑了呀，可可利亚。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从今以后我和那个女人再无关系。看来这次是真心话了。如果你真的能彻底放下执念，那我替你高兴，姐姐。任务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，但我还需要组织铁卫和地火进行善后。你们先回娜塔莎小姐的诊所吧，去看看我们救下的伤员情况如何。没问题，那我们之后就在诊所碰头。这儿就交给老弟，我们先回镇上去吧。飘摇世间，又何来落脚之处？愿病痛远离你们的旅途。原来是这样。前线的战况我了解了，当然，
我们这边也没歇着，一直忙着照顾矿区那边送来的伤员呢。总之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们了，只凭地火的力量想平息这场骚动肯定会十分艰难。多亏了杰帕德数位官，损失被限制到了最小程度，经此一役，下层区对银宗铁卫的风评想必会改善不少。当然也要谢谢你们的帮助，开拓者还有新露瓦小姐。嗨，别这么客气，他们两个才是大功臣，要不是他俩，我恐怕都要交代在矿区里了。听上去情况很糟啊，你没受伤吧，西鲁瓦小姐？要不要帮你诊断一下？没有没有，别担心，事情已经顺利解决了，接下来我们只要等他们回来。娜塔莎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是老弟的声音。总之奥利格先生已经确认了矿区的灾情，他现在正在镇上调度人员和物资，准备进一步的善后工作，所以暂时没办法回到诊所。看来骚乱已经圆满解决了，谢谢你们。我还想和你们再多聊聊，但还有部分伤员没有得到妥善处置，我得继续照顾他们才行。对了，诊所里有一对姐弟，听说是被你们亲手搭救下来的，你们如果有空的话，不如去确认下他们的情况吧。娜塔莎小姐的提议不错，我们去慰问一下那对姐弟吧。乖，喝了药就不疼了。可是，他好像在冒黑烟。啊，是你们！是在大矿区救了我们俩的，你们是上层区的银宗铁卫大人，对吧？要不是各位出手相助，我们姐弟俩恐怕已经……之后我会想办法回报各位的。我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，然后就能……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要是爸妈还在，他们肯定也会想办法报答各位的。爸爸妈妈很久以前就离开了，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还没回来。他们迟早会回来的，奇诺。所以，你其实一直在独自照看弟弟，真是太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这是身为姐姐的责任。只是现在的日子不太平，我总怕有一天，弟弟年纪还小，要他一个人在下层去生活下去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前任大守护者的决断，导致了长达十余年的封锁，也酿成了诸多悲剧。但在布罗尼亚大人的引领下，银宗铁卫会重新肩负起未尽的责任，重整秩序。到时候你就不必再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担忧了。杰帕德大人，生命的分量太过沉重，况且你还需要肩负起弟弟的那一份，我知道这肯定十分不易。奇诺，对吧？对，铁卫哥哥。你现在还小，所以需要姐姐的保护，这很正常。但等你长大以后，一定不要忘记姐姐为你付出的一切，你也要学会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家人。你要努力成为姐姐的依靠，感觉无助的时候，你们至少还能对彼此敞开心扉。我明白了，奇诺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姐姐的。谢谢你的这些话，杰帕德大人，我和奇诺都会记在心里的。真是，气氛怎么又变得沉重了？要不今天就聊到这里，让姐弟俩好好疗养吧。老弟，还有精神吗？我想跟你聊两句。
杰帕德，刚才的那番话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当然，而且这绝对不是一时的感悟，而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。人不能总是单独面对问题，把挣扎永远藏在心里，要学会依靠他人，至少是亲近的人。真不愧是你啊，老弟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明明是想直接对我说的话，却还要借着别人拐弯抹角的说出来，还好意思说我藏着掖着？明明你自己也一点都不坦率吗？谁叫我们是一家人呢？我改变主意了，计划有变，我要留在贝洛伯格，不上星球列车了。姐姐，你，我只是想让你放下心里的负担，没有逼你留下来的意思。放心吧，老弟，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得出的结论。应该说，你让我彻底想明白了。我之所以会有离开的想法，更多是出于逃避的心理，那才是不成熟的体现。我总是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不论是可可利亚还是家族里的各种事，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逃避。但这一点从今天开始就要有所改进了，毕竟我不用再一个人应对这些问题了，对吧，老弟？没错。多亏了你，我也看到了下层区人们的境况，我突然发觉也许自己还能帮得上忙，也许我还能为这座城市做出些贡献。啊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想拜托你俩，我想去看看星河，我想去看看可可利亚牺牲的地方。明白了，就陪你一起去吧。啊，在那之前，我还得先回一趟机械屋拿一件东西，要不你就先去北边等我们吧。别怕，有老弟在身边，我们一路绝对安全。回见。地方可真冷，这个大家伙就是星河拘束装置吗？前人居然掌握了如此复杂的科技，真是壮观。可可利亚大人就是在此处战死了。哼，死得其所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一场告别演出，这历史性的一幕还想请你们两个共同见证。场地不算好，设备也有些简陋，见谅了。该上台了，姐姐。目光一看，因为我再也不会活在你的阴影中。痛快了，痛快。唯一的遗憾
是看不到那家伙的表情，太可惜了。好了，该办的都办完了，辛苦你们俩陪我折腾这么久，今晚咱们就去老歌德那儿开个庆功宴吧。那必须你买单。这里稀罕宝贝可真不少啊，老弟，你不会是嘴上说做义工，其实偷偷在这里寻宝吧？不，没这回事。哎，这是什么机器？还有屏幕跟键盘，难道是操控自动机兵用的终端？你看，这里还贴着纸条呢，佩尼亚·谢尔盖耶夫娜，这是物主的名字吗？怎么听着有点熟悉？姐姐，这都是文物，你别乱动，万一弄坏了就不好了。哟，你来了，我们俩正等你呢。好久不见，开拓者。我本来提议直接在群里聊，但姐姐坚决不肯。辛苦你特地跑一趟了。其实，这次请你来这里，是想和你聊聊我们家林可的事。她是我们俩的妹妹，也是老道家年纪最小的孩子。她最近刚从学院科考归来，但状态一直不大好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她也不想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很担心她，想帮她的忙。但又实在毫无头绪。我上次遇见他的时候，他似乎正准备去雪原跟某人见面，还问我要了一套炉具。可不管我们怎么旁敲侧击，他都不肯告诉我到底要去见谁。哈，我这姐姐当的真是憋屈。所以我和老弟不得已才想了这一招，想请你带我们去侦查一下。还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务必不要被他发现，否则林可肯定又要对我们发脾气了。谢谢你，我们确实是放心不下他随便和陌生人见面。他经常一个人前往雪原考察，我们也一直相信他能保护好自己，但毕竟这次情况特殊，要是他被坏人利用陷入危险就糟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去找灵宝的话还得知道他长什么样吧。放心，他很显眼的，他跟我俩一样，一头金发，然后个子比较小，平时总会戴一顶白绒帽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应该会在靠近雪原的出入口等人。总之，我们最可爱的妹妹就拜托你了，要是发现了什么情况，记得随时联系我们啊。拜托你了。